好 ，Andy 好，哎，这个双金哦，金音金曲都拿了哈、哦，对，很荣幸。那这一次去表演的这个风格啊，歌曲的内容是什么方式呢？基本上还是摇滚为主了，摇滚。然后我们其实还在设计一些不一样的桥段，这样。嗯还会猛烈，然后更猛烈。对，你的舞台肢体语言都很大，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我都很怕那舞台被。会不会会不会有什么突破了？因为出国比赛嘛。对对对对对，介绍一下团员这样子。好，我是主唱 Tony， 这是我们鼓手玉人。你还认了一下。吉他手杨真真。哎，真真。贝斯手余光耀。哎。然后我们的吉他手阿强。哎，大家好。这一次的歌曲里头会有新的创作吗？还在考虑。还在考虑。还在考虑，因为我是觉得说，先。我们把我们熟悉一点的歌，然后再做一些版本的变化为主。Okay. 如果说新歌够成熟的话，就拿出来用。所以歌曲可能换新衣服，或者是一个全新的创作拿来用。对，就是一些桥段，看可不可以更过瘾一点。好的，新的感觉，酷酷酷，期待期待。好，谢谢。再来我们谢谢，我们先谢谢猴子飞燕，再来是肌肤乐团，耶、yeah, ！第一张作品就拿了三座金奖啊。那天晚上现在还有感触很热的那种温度吗？哦，还想到还是会很开心，很开心哈、哦。而且你们一直在研究摇滚跟一些比较动感的肢体或者结合在一块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会希望就是可以透过一场演出，可以让聆听的者可以有更有感触。是，你的伙伴要介绍一下。哦，这是我们的贝斯手阿鲁。嗨 ，Hello， 最佳乐手奖得主呢。应该一直在写新歌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应该在去印尼前可以来得及推出新的作品。哦，所以是整张还是 EP 还是单曲还是什么？先保留一下。哦，好，要卖个关子。好好，肌肤乐团今年有新作品就对啦。对对对。好 ，OK， 我们拭目以待哦，拭目以待。好，我们最后请红蛙乐团 ，Hello， 嗨，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团员吧。对，我是主唱小 B， 就是贝手刺猬。然后这是刚退伍的吉他手大宝，嗨大宝。然后这是鼓手克拉克，克拉克你好。这次红花用什么样的表演方式跟歌曲内容去做表演？我们会唱第一张的，因为我们也两年多没有发了。那刚刚我们在后面决议，就是应该会一半的新歌以上，现在已经唱好了。彩排的时候说我要考虑，彩排完后我们要有一半的新歌。你们生孩子的速度超快的。就这样子好了。就是先去那边试试看唱这样的歌的感觉，第二张专辑的感觉。是是是。